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英国有了新首相，而且是女生啊，事实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女生又怎么样呢？我们也有蔡英文女总统啊，她叫做 Liz Truss。那我都觉得我们在她的名字上可能会搞一些笑，就例如说 Truss 翻成了特拉斯，你看我差点又讲错，特斯拉是 Tesla， 她的名字叫 Truss， 怎么样也是翻成特拉斯啊，所以特拉斯总理。好吧 ，Liz Truss，T-R-U-S-S。那他继任了Boris Johnson， 所以原本他们的总理叫做，或者应该讲首相哦，我一直讲总理，但是这只是翻译的问题啦。像加拿大我们叫总理不叫首相，可是他还是叫 Prime Minister 。那英国呢叫做首相不叫总理，可是他还是叫 Prime Minister， 所以 Prime Minister 翻译成首相，翻译成总理都行啦。OK， 所以他。前一个人叫做 Boris Johnson 强生，那现在这个 Truss 呢，就是他的继任者，所以继任者就是 successor。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字 successor， 我把这边读一下下。She was confirmed a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s successor after a grueling party contest。好，所以 successor 这个字先看一下 ，successor 名词。那 succeed 就是它的动词，就是接任的意思。可是 succeed 另外一个意思是成功，你应该知道。所以 succeed 这个字两个意思，一个是接任，一个是成功，它分别的名词，成功是 success， 继任是 succession， 所以有的时候很烦哦，这名词的变化。那你说 successor 也是名词的变化，没错，就继任者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就忍不住一定要再介绍另外一个跟它相对应的词，就是 precede， 所以有 succeed 也有 precede。什么是 precede 呢？就是你的前任走在前面的，所以一个是接任继任，一个是你的前任。我们就马上可以看到两个造句，一个就是我们就拿这个 Truss 跟 Johnson 来做那个一个对比好了。所以 Truss 接了 Johnson 的棒子，成为了英国首相，所以 Truss succeeds Johnson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没问题。那倒过来 ，Johnson 是 Truss 的前一任。我们就可以说 Johnson precedes Truss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这样应该听懂哦。好，所以 precede 跟 succeed， 一个就是前面一任，一个就是后面一任。好，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再多看一个字，这个字我蛮常讲的哈，就是因为 precede 刚刚说的是你的前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前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明星，你办一个演唱会，结果这个演唱会空前的成功，你以前都只能卖500张、600张票，塞满一个小剧院。那你现在卖了2万张票、3万张票，塞满了小巨蛋。小巨蛋有没有这么多啊？啊，不管了，总之塞满了一个 stadium， 所以你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你就可以说那个叫做 unprecedented success。所以你可以看到这 precede 这个是躲在里面，对不对 ？precede 前面加一个 on 就是反过来，所以前面是没有的，好，所以 unprecedented 就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一个被动的动词，感觉起来好，听懂就好。我们再往下看，其实我其实很想多讲，就是 c 这个是结尾 ，ceed 也好，或者 cede 也好，它都有很多其他的变化，像 concede 这个字叫做让步、退让了，所以其实，在他们两个竞选当中。输的那一方可能就会有个败选感言，对不对？我们就叫那个东西 concession speech。当然，赢的人是 victory， 所以 victory speech 也是有的。好，胜选感言、败选感言，所以 concede 就是让步这样子 ，concession。OK， 那 recede 是往后退，所以recession 这个名词就是经济不景气，很常看得到，在这篇文章都有出现过好几次。那 recess 是另外一个它的名词变化，你看就跟 success 还有 succession 的变化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 recede 可以变成 recession 跟 recess， 那 recess 就是例如说下课10分钟叫 recess， 好，听懂了。那像男生秃头有没有？那个发际线一直往后退，我们就叫那个东西 receding hairline。Your hairline is receding， 往后退 ，recede。好，所以这是另外多的一个补充。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句子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grueling， 所以他 she was confirmed as prime minister， 他确认当了总理了，总理 Boris Johnson 的 successor， 对不起啊，这应该念快一点。So she was confirmed a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s successor after a grueling party contest。所以这个 grueling 就是很严苛的、很累垮人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很累人 ，so it's a grueling experience。OK，grueling experience。OK，所以 grill 这个字，好，知道一下下。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什么值得学的东西呢？就直接下一段了，其实是你看下一段。所以赢了他，那是 57% 对 43%， 也让你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当上党魁，并且就进一步当上了总理的。就他们需要在党内这个会，就是那个你只要是他们那个党啊，就党员就可以投票，那就可以选出党代表嘛，这样子。那他是属于 Conservative Party， 也就是保守党的。好，那总共保守党英国呢，大概就只有17万个会员而已。好。党员啊，不是会员哦，所以这里才说的，这是一个 summer-long contest， 所以整个暑假长度的一个contest， decided by just over 170,000 conservative members， 所以17万的党员，而这个17万人其实只是英国的，就是能够投票的人的人口里面的一小点而已。所以这一段我就觉得他有一点点在质疑这个选举到底能不能够代表人民真正心里的声音，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总理是由保守党选出来，而保守党里面能投票的人也不过17万。你看英国人口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170万吧，1/10，可能是不是1700万我都不知道，应该还更多吧。所以他是不是其实只有 I don't know 1% 的人而已，哦，甚至更少 I don't know。所以这里才说了，他的17万的 Conservative members 只是一个 a tiny sliver。of Britain's electorate， 所以这两个字我们认识一下 ，a tiny sliver， 这里没有打错字，这不是 silver， 它是 s-l-i-v-e-r sliver 就是一小条什么东西，一小条，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构 ，a tiny sliver of something。那我们就顺便讲一个常见的片语，一丝希望，我们就可以说 a sliver of hope。A tiny sliver of hope， 哦，这个片语还蛮常见到的。OK，sliver，、所以17万人只是英国的 electorate 里面的一小条而已，一小点而已。所以什么是 electorate？electorate 这多半念的比较快一点哈。electorate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选民，全体选民能够投票的人。像台湾2300万人，并不是2300万人都可以投票，可能里面的18岁以下扣掉，对不对？然后以及太老的出不了门的，不过那个还是有投票权，应该还是要算得进去才对。所以总之18岁以下扣掉了，那这就是我们的 electorate。OK，electorate。好，所以这个字就是能投票的人。所以你看，英国能投票人绝对不是只有17万而已。可是因为这是人家党里的选举，所以当然只有党员能够选呐。好，所以在17万里面，我若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拿了8万多票，好，然后另外一个人拿了不知道6万多票还是多少的。Anyway。往下看，那他当上党员之后，接下来事情是什么 ？Right， 接下来事情就是，对，他当上了，对不起，他当然当上了党魁了，以及就当上了那个总理，首相。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就是你有点年纪的应该知道，内阁就要重组了，对不对？呀、yeah ，所以一个新的首长，他就会把内阁拆掉，然后用他的人马来去。把里面的位置塞满，哦，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一段。所以他的这个 Prime Minister-elect Liz Truss will spend Monday putting finishing touches to her new cabinet after being elected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and is expected to unleash a complete shakeup of outgoing leader Boris Johnson's top team。好，这一句非常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所以这个英国的 Prime Minister-elect， 你看到这里的写法是 Prime Minister 一杠加上 elect， 这就是我们在说当选者的用法。像例如说 Donald Trump 当时当选了，还没有接任哦。好，就像我们知道520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总统宣誓就职，对吧？那在宣誓就职之前，他只是选上了。因为我记得我们都是年初的时候就知道谁是下一任总统，所以在这段时间。现任的总统就我们称他为跛鸭总统，因为他已经快要他是 outgoing 了，所以这边正好就看到下面一个字叫 outgoing， 所以这个 outgoing leader 就是 Boris Johnson， 也就是他呀，你懂吗？就他已经要卸任，然后交棒给下一个了，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叫 outgoing leader。那我刚刚也说过，这个有时候叫跛鸭，所以那个叫 lame duck， 所以多认识一下一个字 lame duck。lame 真的就是白卡掉的意思，那加个鸭子 lame duck， lame duck president。或者 Prime Minister， 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说的就是他是选上了的这一个首相，那他现在还不是啊，因为要接任了才是嘛，所以我们就会在他的这个 Prime Minister 后面加一杠，然后加一个 elect，所以像我刚刚要举 Donald Trump 的例子，就是我们就称他为 President Trump， President Elect Trump。OK， 这么啰嗦。如果今天他已经宣誓就职了，我们就叫他 President Trump 就好了。可是他还没有，我们就叫他 President Elect Trump，President 一杠 Elect Trump， 这样来处理一个已经选上可是还没有接任的这个政治领袖，这样子。好，懂了。所以这里就说了 ，Britain 的 Prime Minister Elect Liz Truss， 他会 spend Monday， 他的礼拜一要干嘛呢？来放这个东西到什么东西上 ？You put something to something。不应该说 pu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应该说的是 you put the finishing touches to something。所以应该这里是 finishing touches 才加 to 什么东西。我这样说好了哈，就而且这边是走在一个片语，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做 finishing touch。什么是 finishing touch 啊？就是最后要完工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就是好像中文可以讲的洗牙给还是什么的。好。对不起，我这个举例可能举得不好，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总之就是，像你在做一个蛋糕，那你最后的一点点完工前的，可能就是撒上一些巧克力碎片 ，That's the finishing touch。OK， 或者放一些樱桃在上面摆个一圈，好，搞定 ，That's your finishing touch。所以就是最后的一步，你的 project 最后一步，完工前的最后那一步，我们就叫它 finishing touch。那也可以是复数的 finishing touches， 所以这边，然后这个 finishing touch 是针对什么东西呢？然后加一个 to 什么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里再看一次，这个 Prime Minister-elect Liz Truss will spend Monday putting finishing touches to her new cabinet。呀，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就会把她的这个新的内阁完工了，所以 put finishing touches to her new cabinet。所以 cabinet 这个字认识一下，就是内阁，是不是？你家里面的柜子也可以叫 cabinet， 可以，没错，所以它其实就是有那种柜子的意思。那个 same thing， 好 cabinet， OK， 然后呢，它的 finishing touch 就表示前面的那些 Boris Johnson 的人马就拜拜了嘛，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政治首长的命运，换了党你就不见了这样子。那下面的公务员则是一直留着，我们叫它 bureaucracy， 就是官僚体系、官僚制度，所以。他被选上 ，after being elected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所以 Conservative 再强调一次，就是保守党。我们有时候又叫他们 Tories， 你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词，但总之保守党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Tories。但美国的保守党又不要叫做 Tories 了，美国的保守党有时候叫 GOP。好，那他们也不叫做 Conservative Party， 他们叫它 Republican 共和党。可是共和党其实就是保守的，所以在美国叫做 Republican， 它不叫做 Conservative Party。可是在加拿大跟英国都叫做 Conservative Party， 可以。那美国叫 GOP， 那英国体系叫 Tories。好，反正这个确认知道一下。好，所以他被选成了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然后他就被期待着要释放出一大堆的这个。就是内阁要摇一摇，把旧的人摇下来，然后把新的人放上去，我们就叫它 shake up。So she is expected to unleash a complete shake up。OK，unleash 释放出完整的很完整的 shake up of what of Boris Johnson 他的 top team。这 top team 你知道最高的一个团队啊，最高团队高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治理国家，所以各个部门都是你的人，这就是你的 top team 啊，不然嘞。好，这样就听懂了，没问题。OK， 来，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一定要看的 ，yes。那他现在已经就是新上任的一个首长了嘛，对不对？总理啊，我一直讲总理啊，首相啦。新上任就是你可以说是 newly appointed， 没问题 ，newly elected 大概都可以。所以 newly 这个字放在前面当成一个就是复合形容词的一部分 ，newly。所以这是我标题里面在讲的东西。要今天一个餐厅新开幕的话，那个不叫做 new open， 不对，我们要叫它 newly opened， 而且 open 要加 ed， 因为它是被开幕的。如果它今天是开着的状态 ，open 就好了。就像你看到餐厅外那个牌子有没有？那看到 open 啊 ，open 不会加 ed， 因为我们现在是开着门做生意。可是如果一个东西被打开，所以就像一个餐厅刚被创建起来，刚开幕。那个就是 newly open 加 ed 这样子，所以这边有稍微写一下 newly elected 可以 ，newly opened 加 ed， OK， 所以绝对不是 new open 不对。可是如果说今天你要把它变名词，因为 newly opened 毕竟是一个形容词，所以这里有家新开的餐厅，你会说 This is a newly opened restaurant。OK，newly opened restaurant。但如果说我今天跟你讲，我们下礼拜要新开幕 ，We are having our 新开幕 next week。那你说 We're having our newly opened restaurant， 不对啊，我要的是新开幕这个名词，不是新开幕的餐厅这个名词。所以一个名词叫做 grand opening， 这个就是新开幕的名词，名词用法。所以我跟你说，我们下礼拜要新开幕。就开幕典礼这样子 ，We're having our grand opening next week， 所以这就是名词用法了。OK， 好，名词变成 opening 一个动名词加一个 grand， 好，听懂了 ？OK， 到这里其实差不多了，我该讲都讲完了。好，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都还很年轻。据了解，这位女性她才47岁，大我2岁而已。你看人家47岁当上了首相，我在这里做英文教学影片，靠北觉得输人家很多。好了，做人不要比较了。但当时我记得克林顿总统当选的时候也是才40几岁而已，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去治理一个国家，我大概第一个想法就是 No thank you， OK 不要，好 Thanks but no thanks， 我应该做不来。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人天生下来每个人 capacity 不一样。Some people are more gifted, right? Some people are more capable. So I'm sure this lady is will be able to lead the country. 好，带领英国这个国家，好，这个日不落国。能够解决很多他的问题啊！因为我刚读完这个报道之后，发现他们有非常多的，我都很想讲一下 mounting crisis。OK， 有很多的危机哦，经济上啦，或者社会议题上，然后它都如山一般的这样堆积起来。所以 crisis 前面常加一个词叫 mounting。哦，顺便打一下，既然讲到就写出来哦，像山一样堆积着 mounting crisis。所以说，等待着这个新首相来去解决。好，我们祝福他成功。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